在泳池池底有一枚硬币。当狐狸猫低头往泳池看时，狐狸猫所看到硬币位置的深度会是真正的深度吗？还是看起来会比较浅或是比较深呢？你会如何应用光的知识来回答这个问题呢？请暂停一下，拿起纸笔，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回答看看吧。狐狸猫想给大家一个小提示，可以先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，比如说画出示意图，将硬币、两种不同介质以及狐狸猫的眼睛位置清楚地画出来。你也可以试着简化原本的问题，比如把硬币当成一个小点就好。当问题中的物件都被清楚地画出来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画出光的路径图来分析咯。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先将原本模糊抽象的问题描述清楚，并将必要的物件加以简化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把泳池简化成一个水杯的大小，因为泳池的大小并不重要，而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小点来代表位在底部的硬币，因为只要知道一个小点在水中的成像，就能类推出整个硬币在水中的成像。而我们就将狐狸猫的眼睛处在水杯的正上方，减少斜角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。在简化问题之后，我们的问题就会变成是，位在上方的眼睛看到的小点位置会在哪里呢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是因为物体的光射入我们的眼睛，而不是眼睛射出光线去捕捉物体的资讯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先画出一条从小点出发的光线。当光线行进到水与空气的交接，其法线是垂直于两个交接面的线。而因为光在空气中的光速比在水中快，因此当光从水中往空气折射时，折射线会偏离法线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画出另外一条光线，折射后的光线同样偏离法线。这两条光线会射入上方的眼睛，那么眼睛看到的成像会在哪里呢？眼睛所看到的成像是沿着这两条光线往回溯的焦点，因此会发现在水底的小点因为光的折射现象，看起来的位置会比原本的还要浅。因此，狐狸猫在泳池池底看到的硬币深度会比实际上的深度还要来得浅。而下次当你去泳池或海边玩耍时，也要小心判断实际的水深，因为看起来比较浅，实际上是比较深的哦。